请问前行鉴定部门可以委员这详细的说明，请你给指挥官。我们党团今天揭露了两个资讯，一个呢就是国民党要撕毁合约了，他即将要撕毁国会契约，所以呢洪文吉的版本其实是代表马英九摸头的结论，马英九摸完头了，洪文吉的版本出来了，那这个版本基本上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也就是明为修法，实为开放进口，等于是掩护美国牛肉全面畅行无阻的一个草案。这是我们今天揭露的第一个资讯。我们今天揭露的第二个资讯呢，也非常严重。请问杨署长，11月2号你开的记者会公布的三管五卡的公告，怎么今天不见了？三管五卡怎么不见了？各位看，11月2号的时候，当国人的疑虑非常的深，舆论非常强烈，在反对美国全面开放牛肉进口的时候，杨志良那个时候为了灭火，他开了一个记者会，宣告我们要用三管五卡来严格管理美国牛肉的进口。所以呢，同时公告两个行政命令，一个就是公告修正美国牛肉跟它产品的进口规定，也就是公告议定书的内容，公告议定书内容的相关规定，同时呢公告三管五卡的规定，名字叫做进口牛肉检疫及查验管理办法，这个管理办法就是三管五卡，当天的记者会就是宣告这个管理办法。但是呢，我们这几天不断的追踪，想说你三管五卡到底怎么执行的时候，这是今天的网站，无论你在卫生署的首页，或者是在卫生署的公告栏、法令的公告栏、食品资讯栏里面，你会发现只剩下开放美牛进口的公告，已经不见了三管五卡的公告。11月2号三管五卡的公告不见了，找不到了，被撤下来了。我们办公室第一时间打电话去问说为什么把它撤下来，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因为有错字在修改，我们就从头到尾读了10遍，一个错字都没有啊。我们再等了一两天再打去问说啊，你改好了没有啊，什么时候要放回去啊。现在他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新闻动态里头还有啊，在新闻动态里头还有啊。那我们就来看新闻动态哦。新闻动态是怎样呢？你看看，这是11月2号那一天，两个公告都在网页的搜寻栏、网页的首页啊、网页的搜寻公告查得到。那么它的公告，你按进去以后，它的公告正式的公告是什么？是有文号，是有日期，有文号、有日期、有名称，这是正式的公告。那么两个公告，两个公告，这是三管五卡的公告，好，也是正式的公告哦，有时间、有名称、有日期、有文号哦。他现在所讲的，在新闻栏里面是什么？是一个旧新闻，11月2号的旧新闻，没有日期，没有文号，没有名称。意思是说什么？说已经有新闻啦，新闻出去啦，但是公告会不会放回来？不敢承诺。公告有没有拿去被改掉了？不敢说明。我们在这里要揭露给大家知道，美牛进口三管五卡的公告挡不住美国的压力，已经撤下来了，已经撤下来了。我们要求3个小时以内立刻把它放上去。我们现在在首页找不到，我们现在在食品资讯网找不到，我们在整个卫生署的法规命令检索系统里面也完全找不到，整个卫生署法令查询系统也找不到这个行政命令。这是11月2号发布的行政命令，这就是三管五卡。
它的名称叫做进口牛肉检疫及查验管理办法，管理办法哦，是一个行政命令哦，行政命令一定要成为法令查询系统里面查询得到的哦。为什么在法令查询系统里面查不到了？为什么从法令的公告系统里面撤下来了？问你什么时候会放回去？为什么不敢讲？问你为什么撤下来？你也支支吾吾，随随便便跟我们说没查。所以其实我们的政府就是这样，他不断的跳票，不断的北查，修法跳票了，三管五卡也跳票了，双方跳票，像弹簧床，真的是像弹簧床，一直跳一直跳，但跳票跳票跳票都跳票了。那其实我们希望好好的跟国民党说，全世界所有的谈判学的教科书还有实务，所有的国际谈判的实务都告诉我们，国际谈判呢是一个双层博弈。什么叫双层博弈？就是 two level game， 是 two level game。 第一个，对内来讲，政府跟国会要分工，国会为人民把关要强硬，政府呢在第一线可能会妥协，所以政府跟国会要分工。所以我们的国会不可以出卖人民，国民党的立委不要跟马英九吃个饭就把人民出卖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区域的立委不要跟孔文吉一样，孔文吉不是区域选出来的，所有区域的立委不可以背叛人民，一定要维持我们的朝野协商，好，不可以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那所谓的突然的变是什么？是国内很强硬的时候，第一线的谈判就有力量。所以呢，是我谈判了回来，国内的压力让你再去谈判，这个是谈判学的 ABC 哦。国民党连这个都不会哦，国内给他压力是他最好的武器，结果他回来给国内摸头摸头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揭露给大家知道，这实在是很严重啦，真的太严重了啦。东北才东大呢，啊，我对印尼好好管美国牛啦。好，这几天美国牛是畅通无阻，这几天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撕毁国会契约，拉下三管五卡，美牛全面开放，海关畅行无阻。昨天呢，海关已经把分类都公布了，美国牛进口的分类准备要迎接美国牛了，就是这样。撕毁国会契约，拉下三管五卡，美牛全面开放，海关畅行无阻。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政府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，奋战到底。我再补充一下，那个署长好像一说，必要的时候，那边派来的修医啊，啊 ，TB 狗带有几条，也出台长进来检查。到现在为止，美国已经有64家的Slaughter，就是说屠宰场，但是兼他们出口商啊，已经申请被出口伊的牛肉来台湾。啊，咱台湾派去的美国有相关，咱农委会派出去有相关兽医这方面的，还是在关系面，干哪几个人？就在美国我都能排队啦，然后没有人管。你有没有办法检查说，哎，今天我是杀的各位医来，杀的各位医好？完全没有那个能力，进到了啊，还没干我的大学，所以跟他马不脱的，弄起老百姓要承担这个风险，所以三款福卡是，但基本被修法来对，包括卫生署，包括吴院长提出来，被骗头了，被人安心说，我记得福安对的，您事前事后把关了，还能安心去讲，我想这个是骗人，做不到的，给大家做补充说明。哦，安尼好，多谢。